不容易呢就进入了半决赛。半决赛耶 ，Don't play play。其实每一场比赛呢，我都会很用心的去表演，把自己的最好呈现出来。那希望这次也不例外。那慢歌呢，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优美的一首歌曲，那希望自己会诠释的好，希望不会让大家失望。那这支快歌呢，有加了舞步，这次又要边唱边跳，这是很高难度哎。自己以及孤单芭蕾。窒息的看着波光中清醒的倒影，是另一个自己，它属于我最真实的表情。不愿意我终也是真心敷衍了爱我的人的眼睛，我心中的自己每秒都愿意为爱放手去追寻，用心去珍惜。心情现在释放出去，我想要呈现世界前更有力量的、更有勇气的生命。我眼中的自己，每一天都相信。的越来越像我爱的自己，我心中的自己每秒都愿意为爱放手去追寻，去珍惜，去爱。这快乐时光，爱情很危险，所以要勇敢，时间会帮我的忙。跳支芭蕾 One Two Three， 纪念我爱过你。往事很美，我会踏着回忆的旋律，孤单单的跳到天亮。我不会慢慢慢慢忘记一个爱情红。悄悄跟着时间旋转，麻麻烦烦，天边苦思满想。我不会，我不要忙忙忙忙，故意欺骗自己，平平凡凡忽略我的梦想，孤孤单单夜夜看着月亮，办不到，为了爱情空转。深呼吸，练习忘了你，别担心，我一定可以。我相信爱有一种复原的能力。我忘记你爱我的原因，明天起我不认识你。谢谢你离开我的世界吧。今天的状况好像不是很理想。我喜欢你在快歌的时候，在快节奏歌时候的整体的表现。我觉得你有那个 power，
重要的一点还是要注意到自己的唱的部分、哦、那慢歌的部分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偏掉重心、哦、你是很努力很专注的想要去把它唱到那个音，可是我觉得我不晓得什么原因，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好像有一点偏差，顶不到那个正确你要达到的 note， 你在声音的方面稍微要再加强一下啊，这声音的稳健度。因为今天在过去你唱的是比你今天唱的还要好。你今天的喉咙是不是有一点问题？对，今天失声了。我听得出，尤其是你在拉那些高音的地方有一点点破。但是我知道，因为我听过你唱这首歌，我知道你可以抓稳这首歌。但是你唱快歌的时候，我把这一切都忘掉了。谢谢。要找到一位歌手哦，全面化。我们讲全面化，就是慢歌唱得好，快歌唱得棒，是不容易找到。谢谢，谢谢老师。潘嘉丽，是伟松老师。你知不知道，身为一个艺人，你有责任去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。对，我懂，是我的责任，对不对 ？Don't take it for granted。不过我蛮 impressed， 就是说，哎，你会坚持，你会 enjoy 你自己。然后当我看到你唱快歌的时候，我真的是，有腥味儿啊。谢谢谢谢老师。嘉丽，烂船都有三分钉，你不只有三根钉而已，你有五六根钉。我觉得你的实力，即使发言或者什么的话，你没问题的，因为你刚才你在只是高音那边 reach 不到，你的假音这些还不错，因为你的快歌那更棒了。更好，谢谢、哦、你的快歌真的是唱得很好，你的那个动作就是我所要的那个动作，那个 groove 什么都有，你的那个转头的 sharpness 这些全部都很好。谢谢老师。对你今天的表演，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挑剔的了。谢谢。唯一给你的建议就是说，如果有机会在下礼拜还见到你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把身体养好。好，因为你今天能进圈呢，我觉得你还并没有表现到你最好的。那今天你会进圈是可能相对的对手可能比较有一些缺点。好，你要记住，运气不会永远来，所以你一定要把身体养好。谢谢。五位评判请给分。李佩辉7.5分，叶佩芬8分，李伟松7.5分，方仲华8.5分，许寒良8分，总分39.5。谢谢支持 FM 潘嘉丽 Kelly， 请打1900-112-1005，或者是输入 FM 发送到78277。那么今天五位女参赛。